この番組は任天堂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欢迎收看 Nintendo Switch 原子少年运动会。终于是让我们两个搭档到，我觉得我们要抱持感恩的心。怎么说？因为你看我们毕业没多久嘛，任天堂就给我们合体的机会，对我很好，真的，因为他们让我们玩了最近任天堂最受欢迎的两款游戏 Nintendo Switch 运动以及斯普拉顿3。当然玩游戏的时候就是要和一群好朋友一同玩乐。你讲到重点，就是如果只有我们两个玩太无聊太尴尬，所以一定要请我们的好朋友。所以现在有请我们的好朋友进场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那现在就是两队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红队的陈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红队的陈峰。大家好，我是红队的力杰。大家好，我是白队的嘉琪。大家好，我是白队的盛阳。大家好，我是白队的子权。既然我们节目叫做《Nintendo Switch 原子少年运动会》，那我们一切就是要照运动会的规格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就是要请我们的球队经理出来。嗨，经理！为什么没有收到这个提示呢？有啊，没有球队经理吗？没有吗？没有，很重要。现在我们是一个很正式规格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一切就是照运动会规格。我们刚刚讲。所以我们要先运动员宣誓哦，欢迎我们的宣誓代表嘉琪。那红队的话，易杰。哇，来，全体运动员立正。我谨代表全体运动员事已至诚，担任 Nintendo Switch 原子少年运动会代表。愿遵守大会规定，并服从裁判之判决。以运动员精神发扬光辉，争取荣耀。宣誓代表曹嘉琪、唐立杰谨示。啊，这么重要的事情结束了，那还是要欢迎我们的球队经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说没有这个东西了。对，我现在我真的没有，经费不足，好不好？我们投资在我们身上。本季赛季结束之后，我们就会诞生我们的冠军队伍。那冠军队伍有什么东西呢？每人还可以获得我们任天堂赠送的惊喜大福袋。哇！大福袋好了吧？我就等到最后面的时候揭晓。Nintendo Switch 原子少年运动会，我们要玩的第一个就是 Nintendo Switch 运动。在这个游戏中呢，一共有六个项目，分别是羽毛球、排球、足球、击剑、保龄球、网球。那我们今天要比的第一个项目呢，就是羽毛球。OK， 擅长了。每一队呢，请推派出一人出赛。你看起来像小戴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戴之颖。他身上有小戴的味道。对对对。所以力杰，你现在是红队的队长，军师啊，军师，军师。我们是成龙出战。我觉得那个对面肌肉太大，我们肯定要派一个肌肉比较壮的。哦，那我们就派我们的子权上场。好，那两方的代表们往前一步，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呛下一下，必定的环节。既然都肌肉对决，就用肌肉来呛下，对吧？哇！哇！好了，大家轻松玩，轻松。哇，好凶啊！少年温馨小提醒：游玩 Nintendo Switch 运动之前，记得要带上腕带哦。刚组红队吗？我刚读红队，然后我现在抱着白队，专业的，你们这么有信心？这是运动项目啊，各位。比赛开始。哇！哎！哇！啊！哎，兄弟，脚步要移动，快乐脚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一零。哦，有点样子哦。没错。
一评分。来，成龙，成龙，要球。好，那球。是呀、啊，是呀、啊，是呀、啊。我们沉住气，我觉得我们不要一直慌，我们先防守。好 ，nice， 好 ，nice。我们心如止水感觉。我觉得破球，子权比较有战术哎，破球。我也觉得。啊！哇塞哇塞！哎，我觉得你们的脚步要开始出来了。哎哎哎哎！太快了！哎，不要气馁，不要气馁。四比一，到了决赛点。决赛点。成龙，可以的。迈！赢了，我是三八，我就说白队吧。怎么样？第一次站在战场上，有什么感想？会飞这个。哇！好辣！胜利了，刚才都没有赛。好辣！哎，虽然子权他这样轻松的讲，但我刚才看到他在挥的时候，他是这样。他是用尽全力在挥，这边都爆青筋哎。你刚赌蓝队，我赌我一直都看好白队啊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，不然的话把前面画面删掉。刚赌红队吗？我刚赌红队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宣布，没问题。我们的羽毛球这个项目的话，就由我们的白队的子权获胜。第二回合要比的项目呢，就是排球。每一队呢，请派出两位出赛。队长。第一胜，然后你马上就结拜了，他来打我们。对，他压力很大。他说站着风车，然后打我们。因为红队大不了二连败而已，还好啊，还好。是啊。那我们队就派出我跟 YY。好，没问题。按照惯例，两位向前，你们要呛虾一下，呛虾是不是？我感觉有杀伤力了，那你要还要接换一点就好。通常哦，哎，他武力耶。来，通常排球是靠身高去。对啦，就是好像。我看好白队。通常长得高的行动比较慢，用实力说话。当然好，没事啊，我都知道你们的嘴巴都很厉害。好了，先来吧。向上挥动，向上挥动。先来接球试看看，就跟排球的一模一样。因为它就是排球，就是做的是，好，动作非常的标准，应该是拖球，嘿，啊，是要出点力，哎，这个要听哦，老大，这个老大，漂亮，谢老大指点，谢老大，谢老大，还可以拍手，再可以拍手，哦。是手温。我感觉太什么力道哦。哎呦，还掉球嘞，哇塞！
谢谢。我是牛强，对。他们还在找，他们还在找。不可能现在还在找你吧？你没有投到球，不要送分，送分，好紧张哦。没有，我们先菜鸡在互啄。每一队总是会有一点，老大讲话喽。好球。吃老虎啊！哇塞！你这场稍微杀球看一点。哎呦，加油加油！哇塞！没事，白队笑不出来了。他第二次的时候，你不要急着掉线。OK， 可惜，这张算蛮刺激，蛮好看，挺好看的，真的。哦，哎呦，被骗了，跳，没有，哇塞，哎，行，飘大一点，给他杀下去，好不好？男子汉的对决，谢谢。那个是没有默契，谢谢。我的锅。我后来发现为什么这一局好看，你知道吗？再点喽，再点，喂，再失误。再点。好，赢了。你们让我干嘛？谢谢。干嘛啦？谢谢。为什么？谢谢。你看。好了，没事，辛苦了，大家都很强，耶！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会赢啊！你们刚刚打的感觉是怎么样？没什么感觉，好像都是在等对方失误。OK， 学太多了，我们默契做的算。我默契稍好一点。那你们有什么默契？多球杀球。他们的失误太多了，甚至是没有接起来。以守为攻就对了。OK， 好。那我们排球这个项目的话，就是由我们的白队获胜。那今天的两场比赛呢，也告一段落啦。对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我们今天的 MVP 应该是谁？虽然你们输了两场比赛，但总是有表现很好的，比如说水风大在后面这样。你有吗？全部，对啊，你可以推你，你也可以说今天的主持人主持的特别的好，你也可以选这样。我想颁给我们对手。哦，给对手。啊，你输那么惨，你还颁给他？因为 respect 啊，吼，运动加精神，可以。我们推派你出来，这样你是我们的 MVP， 你是我们白队的 MVP， 好不好？可以吧？那我们白队 MVP 就是子权，直接拱手让给他吗？对，哇，那红队这边有什么意见？我还有什么好想？也是啦，上加权好像没什么话可以讲，抱歉啦。他们只能是好，那我们就恭喜陈子权获得今天的 MVP。下周持续关注我们精彩的赛事，连天东 Switch 原子少年运动会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本节目由Nintendo赞助播出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赞加订阅，也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。我们会在本次企划播完后，从留言区抽出8位粉丝朋友，送出我们身上穿的专属签名外套哦。